那我们再讲，就是我觉得这个鱼就是本来就已经很好吃了，那沾了这盐巴更有味道。这个鱼本来就很好吃的，沾了盐巴更有味道。谢谢小姐，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讲一下，今天来到这家店，然后这家店给你什么样的感觉？很有原住民的味道。小姐，谢谢。